今天的风非常非常的大，让我只能站得歪歪的。会不会不是风的关系啊？是吗？是你的心术不正啊？还是说我本来就是偏左呢？我跟你一起上过厕所，我相信你是。左中堂。这一次五月天准备了诚意满满的节目，然后今天毕竟才是演唱会的第二天而已嘛，所以后面还有很多的歌。怎么样？怎么？就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不是第二天而已吗？对啊，昨天第一天晚上的时候，就是在结尾下了一点大雨，但没有关系。五月天风雨生信心，没错。虽然说昨天结束的时候下了雨，但是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，只是今天有点特别的是，今天的风非常非常的大，从我的右手边往左手边吹来的强风，让我只能站得歪歪的。各位同学们，你站得歪歪的，会不会不是风的关系啊？是吗？是你的心术不正哦。还是说我本来就是偏左呢？我跟你一起上过厕所，我相信你是。左中堂，来，哦，好好好，好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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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人发100港币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点赞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是都会很爱来香港的原因。一年呢，其实就只有这七天可以当冷宅。对，然后。有没有？然后一坐上飞机要离开香港的时候，哎呦，哎呦，就完全不是了，变回普通人了，就变飞机一起飞就没有，再也没有人叫你领财了。突然你知道心里就变得很空虚啊，是。然后马上飞机一降落，有没有？哎呀，马上订机票再飞来香港。哎呦，领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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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又回台北了。没有了，好，没有了，再订机票，再来香港。啊，领仔，领仔，够了没啊？够了没了？够了没啊？照例吼，这个我也准备了这个 IG 的点歌时间。他说，我想点洗衣机。我很久没有在香港听到这首歌，想献给所有伟大的妈妈。尽管是谁一直仔细着我穿的花的舞蹈，好久遇到原来我一路全部都是妈妈戏，从来没有一句的言言你丢多少她的心，她却就是决心决定，直到再多的神奇，多少人都现在有些这世界一眨眼过去，才发现了妈妈一直是我不相信心。母亲节快乐！为你热爱，为你热爱，公开表白，呼，让我活在你的每个现在未来，呼，曾经我们拥有同一种寂寞，直到我们爱上同一片天空，灵魂只为彼此存在。我唯一的爱，我们是 GS 香港，拜拜。